老师，昨天的道琼下杀800多点，而在今天台股同样是下杀400多点，全球股市尚未止跌，究竟什么时候才是最佳买点呢？所有的答案就在节目中告诉你。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股市战国策》，我是主持人子珊。今天是3月8日，台股开盘在17000点。而在昨天，美国股市则是开低走低哦，四大指数收盘是全数的来进行下跌，且下跌的指数是超过了2%哦。那当然，接下来美国股市会不会继续的来承受于我们乌俄战争的一个影响？而对于台股又会有怎么样的影响？当然，最专业的股市分析还是要交给最专业的分析师雷光老师。子珊好，投资朋友大家好。今天是3月8号，那首先呢，在这边，祝全国的妇女们妇女节快乐。今天跌了400点，然后呢，乌俄战争还是没有有一点要言和的动作，但是我相信呢，在每一个国家的经济市场都有做一个调整，那这个调整呢，相信他们现在可能也是无能为力，做一个扭转乾坤的动作。但是我却认为他们已经做好进场的那一刻。那今天呢，有一档个股是我12月6号说的，现在是111年的3月8号。那我在110年的12月6号到现在，终于老实讲，应该是不止那一天啦，应该是那一个这档股票一。更名上市之后，对吧？我们从那一天连讲了几天，老师。这个倒是还可以啦。但是，待会各位，我在看一个盘势的时候，是其实不应该这么说，应该是说，假设今天我们要去了解一件事情，我们应该是看它整个面，然后去揣测它的动机。好，重点是动机这两个字。那当然在动机之前，那这个的这些的发行的动作都会有一些很多的利多的消息来去做一个，我不敢说煽动，我不敢这样子说，但是呢总会有一些铺陈的动作。那这些的铺陈呢，那很可能就要靠大家的想法去相信它，或者是不要去做一个相信的动作。不管现在的乌俄战争影响到了全球的股市，那也不可能讲我们今天台股今天在这个波段又创下了一个新的低点。但是呢，在整个动机的状况，我们要去了解的就是最后一步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做，而那一步是不是即将到来。那有一档股票呢，12月6号我就告诉大家，那档股票叫做6770的利基电。这档个股在上市的时候，当天上市，我就在节目上跟各位做了一个报告了。什么报告？我就告诉大家说，我看到了动机，我看到了动机。那我把这个动机，当然不能在节目上去做一些攻击的动作，这个是不行的。好，这个各位请各位一定要多包涵。所以说，在这方面来讲，我还是跟大家讲，它12月6号的震荡的那一个的幅度。然后留下了那个下影线，到底它的未来是做一个上涨还是一个下跌？我很清楚的在节目上告诉大家，它是要下跌的。那当然，我也不会去做一个预测，它会下跌到多少钱？不会，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在相关单位来讲，我如果去做一个预测，这个是一个违法的。但是今天我终于可以公开这个股价，各位了解吗？这个股价我放很久了，12月6号我就放到今天。有跟我通过电话，有浏览上来的，我相信在12月6号，你看到我告诉你这个的价位的时候，你是打死不相信的。大家都认为他疯了，因为那个时候全市场的分析师没有一个人说这一档不好。对，大家一定说我疯了。一定会说我疯了，而且还准备看着我的笑话，无所谓。我被各位误会，我觉得无所谓，因为我有我的专业，我有了专业。我们来看这档个股，我们看这档个股。各位现在看到的
是利基电，这是它今天的走势，今天最低来到 49.7 各位，你们知道我怎么跟大家讲利基电的吗？我有一段 VCR 12月8号的它的蜜月期的第三天，蜜月期第三天我就如此说、哦、如此斩钉截铁的说，如此愤慨的说，我就是希望大家能够相信我。各位，我不晓得你有没有相信我。我们进 VCR， 记得12月6号吗？12月6号我在讲这档个股的时候，我告诉大家说，如果说你们手上有这档个股，麻烦你们赖上来。我真的没有想到，没有想到有这么多人手上有这档股票，真的。那这个时候呢，我只想到一个名人，哪个名人呢？那个名人叫做牛顿。那我想到他干嘛呢？因为我想到他讲一句话，各位你知道牛顿他有参与股市的操作哦，你相信吗？牛顿、哦、我讲的就是对的。然后他为什么会参与股市操作？因为他认为他是一个很聪明的科学家，这个是全世界都不可否认的。真的、哦、他跟爱因斯坦是那个齐名的、嗯、是齐名的。所以呢他后来惨败离开股市，然后对股市跟他下了一个定义，他说我可以预测宇宙之间的天体运行，但是我却无法预测人性在股市中的疯狂。各位，我真的不晓得有这么多人买这档股票。我不会去看图说故事，我会告诉你一个真相。但是终于有一个人卖掉，有听我的，各位。有。各位，这个是12月7号，12月6号他赖上来。老师您好，想询问你节目上所说的利基电子走势。好，我说没有问题。他说跟我说他是抽到的，我说 OK。然后呢，我跟他说不要去预设股价留上影线的那一天就卖掉，懂吗？好，这个时候是在几点？当天早12月7号早上的8:50哦，他9:07赖我跟我说他卖掉了。谢谢老师。我不想讲那么多，各位。如果现在你跟我通过电话的利基电的投资朋友，请你重新再回忆一下，我告诉你什么？我告诉你什么？你们都不相信，你们都不信邪，没有关系。好，我们回到现场，12月8号说的有没有准？这公道自在人心啊，觉得很正确的朋友们，接下来该怎么走？我们先看6770的这个解释好了。好的，我们来看这里。各位，这个是12月6号，非常的清楚。12月6号，那12月6号的前一天，它的股价是 80.3， 那个时候还在新贵。那当然，在新贵来讲的话，如果说对于一个有准备的一家公司，它准备要从新贵转往到上市或上柜的时候，势必在这个地方，它整个的计划都已经安排好了。那这个计划我们也不用去衡量，但是呢，我相信它对于一个投资人来讲的话，这些都是一个利多的消息，因为它不可能去讲一个不好听的话，那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绝对不可能的事情。但是我却这样子跟大家讲，因为我看到的不是股价，我看到的是动机。是动机，所以那天流赖上来非常多人，然后越聊我越愤慨，我真的越愤慨，因为我为什么你们都不相信我呢？各位，我们来看一看12月6号到底有多少人赖我，我截录几个，不然真的讲不完，讲到年30我还是讲不完，因为赖的人太多太多了。就像我刚刚在 VCR 上面跟大家讲的，真的是人性的疯狂。我们看这个地方好了，我们看这里。各位，这个是12月6号，这边这个12月6号就是他赖进来的日期，了解吗？好，然后他说老师我有利基电，我说好你好，然后他有68元，好，两张，我说好。那他说我想了解今天上市要马上断吗？我问他说上市价多少您应该知道吧，我直接就回答这句话，上市价多少？他说目前 49.9 上市，各位 49.9 上市，这个数字你一定要把它记清楚。我说好的，那新贵价格多少？这个后面我就不跟大家一起分享了。我们再看下一张，一样，这个也是12月6号，
这个也是十二月六号，他另外一个人、哦，另外一个人，他也就是说，有看到您说利基电今天万众瞩目，当然十二月六号上市当然是万众瞩目，而且它又是半导体，而且跟台积电、联电都有绝对的关系的一个产业。好，那我也有入手，那他说他是在新贵买的这样的一个价位，然后呢，我问他说还会再想加码吗？他说看蜜月期这五天。会再冲高吗？以老师的经验，我问他说多高你会想卖？他说我有点跟风，我没有很厉害。我看留言板，他看留言板，大家都说一定会涨到100元。这句话有几个关键字，叫做大家。一，各位好像不是大家。有赚钱的才叫做大家，没有赚钱的那叫做你而已。好，那接下来一定还有一个100，好，三个。那既然留言板上大家看到的，好，或许这个投资朋友有利基电，或者那个投资朋友有利基电看到的100元，各位，很多的事情呢，道听途说有时候会有用，但是不是每一次，但是我却可以相信，有更多次是会让你有不好的回忆的。再看下去，一样，这个也是十二月六号，好。有6770，有6770，然后我再问他说：“今天6770的蜜月行情可以接受吗？”他说：“等，那就是等，是不是要一定一百吗？”我想应该也是这样子的。好，那手上资金全压力6770吗？他说是。你是信仰性投资吗？他说不是。各位，你们知道什么叫信仰性投资吗？我也想知道。很多投资朋友一定没有听过这个名词。一定没有听过什么叫做信仰性投资，因为很多人都是认为我是看财报投资的、啊、我是看基本面、啊、我是看技术分析的、啊、或者如何如何的，但是就是没有看到信仰性投资。我这样子做一个举例，我不晓得这个人物，我待会会举例两个人物，其中有一个人物各位是一定知道的，但另外一个人物各位可能就不一定清楚了。第一个就是，好，冒昧请问，如果我讲鸿海你会想到谁？相信大家都会想到郭台铭这三个字，对不对？没有错。如果我讲阿土伯，你会想到谁？很多人可能不认识阿土伯，但是如果说你认识阿土伯，你听过阿土伯，我相信你一定会听到，你一定会联想到鸿海这两个字。为什么呢？因为阿土伯这位投资人就是都会去买鸿海的股票。那他为什么会这么迷鸿海的股票？这个我就不在这边做叙述的动作了。但是呢，我认为这样的一个做法就是一个信仰性投资。那今天你去买了一个利基电，或许你听到了一些很多的利多的消息，然后这个时候呢，你就会有跟着这些人一个风向的一个信仰。所以我才会问他说：“你是信仰性投资吗？”各位，我现在讲这样子的一个解释，可以接受吗？好，他说不是。那我再问他。那你知道2018年以后新上市柜的下场吗？这个地方就牵扯到很多。什么叫很多？各位，你知道2013年上半年以前的借壳上市，2013年下半年的借壳上市，还有2018年以后的，了解吗？我们再看下一张好了。好，这个投资朋友有听我的话，他有抽到一张，然后呢12月7号盘前我告诉他不要去预设股价留上影线的那一天就卖掉，懂吗？后来他在9:07告诉我他卖掉了，只有这个人一张把他卖掉了。再看下面，各位，这个地方他告诉我说他要做存股，我就说好。然后呢，我想知道你们分析师，各位，你们这个地方小小的建议，以后就指我就好了，不要对你们。很多同业，我比不上他们，好，我比不上他们，请不要摆在一起，就指我就可以了，好不好？谢谢。好，好，那像有机会三位数，对不对？还是三位数嘛，就一定一百嘛，所以那个风向就非常的明确。好，我说，如果你知道现在有人在操作利基电，而且是往下哦。各位，十二月七号蜜月期第二天，只有我敢说往下，
您会怎么做？这个投资人非常勇敢，再多买几张。各位，你知道当下他写这句话，我什么心情？各位，你们知道吗？无言。我真的是，算了，我们再看下一张好了。好，不怕套越放越久，不怕套越久吗？哦，他说剩两张砍不下去。我记得成交价是49.9，各位。这边还是要提醒所有投资朋友们，为什么我们要用老师都会用一些比较隐晦的方式来提醒各位呢？不是他故意想要把话说的这么难懂。很多的投资朋友们赖上来说，你都讲一些听不懂的话，你就直接跟我讲什么什么，我们会被抓，这是个重点啊，各位。因为其实老师本身呢是有受这个监管机构的一个监督的，他不能够随意的向非指定人士来透露这些价格。好，股价还有哪一个时机点？再者，真正的买卖点绝对会是在盘中或是在盘前才会出现，不会是现在预设价位，对不对，老师？各位现在看到是12月16号的，也有投资朋友在赖进来，因为我一直继续讲，我就怕大家不卖，我就怕大家不卖。各位，这一个成交价，这个成交价的三个字。我是在什么时候？我是在12月6号当天就跟他讲了，就跟大家讲了哦。12月6号当天的上市价就是从49.9开始跑的哦，清楚吗？那我为什么不能在这个 LINE 上面这样子写？因为我刚刚讲过了。我们分析师不能做预测的动作，不管在任何一个地方，齁，但是呢，我尽量不去做违规的动作。如果各位听得懂，那就听得懂。如果听不懂，我会告诉你要不要通电话，对不对？所以很多人也跟我通过电话，我也讲得非常非常的清楚。那我这边想要问，既然今天他都已经，今天的6770开盘是在大概50多啊，最高51.6。50.6开盘的时候，然后最低也到了它的这个49.9，现在是要触底反弹了吗？这绝对会是投资朋友们最想要知道的一件事，要触底了吗？这是它的底了吗？我这么说，嗯，假设我在这的好的股票，我不一定会在节目上介绍，嘿，为什么呢？1800档的股票里面。我可能一年在操作的时候，可能20档出头而已，了不起了，了不起了。为什么呢？因为我选的一定是最强的，是我一定选最强的。所以说你是我的忠实粉丝，你一定知道我说，吴老师选股只有一个，如果这个股价的涨幅没有达到吴老师的标准，吴老师就不会去选它。没错，我就不去选它。那今天你如果说问老师，吴老师，那我可不可以去买利基电呢，或者买其他的个股？各位，我会这样子回答。如果你能够找到一档股票的同价位，你可以涨得比我多的，我一定会建议你去买。如果今天你找到一档股票同价位，你会涨得涨幅比我低的，我不会建议，反而我会建议你去买我给你建议的那档个股。我这样讲，各位你们可以接受吗？所以这档个股呢，我们先不去考虑它什么时候可以买，什么时候不能够买，但是这样的一个跌幅，我可以在12月6号把这档股票的动机在节目上完完整整的毫无保留跟各位做报告，还连报告了5天，被我们整个研究团队骂。各位，你们要相信我的专业。接下来，不管是利基电或是与之相关的，还有包含联电，操作的方向会是如何？提醒各位，荧幕上方的 QR code 帮我们输入，记得。今天的关键字叫做反击加一。什么反击加一？不管是可能俄乌战争，乌克兰有没有要做反击的动作，我相信大家都可以看得到是明显有的。那在股市当中，各位要不要做反击呢？这个是很明显的，我觉得有需要要做反击的动作。提醒大家，今天关键字是反击加一。荧幕上方的 QR code 帮我们进行输入或者扫描。或是输入账号94888BBIP， 记得留下手中的持股张数、成本以及你们最重要的电话号码。有时候老师说话可能 maybe 让各位听不太懂，但这个就是因为有法规的限制。
假设各位想要听得非常的明白的，那就麻烦各位手机电话号码自己留下来跟老师进行通话了。那我们回到今天的台股，刚才讲到信仰式的投资嘛，我们先不暂且不提了，6770呢，有一档叫鸿海，这一档我真心的很想跟大家说，它不是不好，但老师为什么买鸿海的投资朋友们没有办法？我们就最重要一件事，大家进入股市是什么原因？要赚大钱嘛？想赚大钱，想要有被动式收入，但买这一档的投资朋友们都会有一个疑虑是：老师为什么每次它发展很棒啊，财报也 OK 啊，那为什么我没有办法做到赚大钱这件事？不为人知的事情，我不在节目上说哦，因为如果说说出来，相关单位反而要我去举证，这个就很麻烦了。但是我把大家都知道的事情，在这个地方跟大家再做一次讨论动作。在，我记得大家应该也会记得，在富士康的那个时候，应该在10年前吧。那时候不是有一些就是因为血汗工厂这四个字，造成有很多的员工如何如何，对不对？我这样讲，各位应该就很清楚。然后呢，那这个时候他那个股价大概在120、130，那个时候的股价已经遭受到外资的质疑了。嗯，各位，我这句话是重点。所以各位，你们可以看，从那个时候一路下来，最高可能就一次来到120到130之间，后面就没有了。那这个时候的压力区在哪里？这个就非常重要。那如果说今天你去买鸿海，我没有说不好，但是我只是说这档个股的涨幅条件不是我要的。那现在有什么样的个股会更好？各位，现在不要考虑的是个股，要考虑的是行情。什么行情呢？我们看这个地方好了。我们看这个地方好了，各位。我这么说，1月5号，好，1月5号的高点18619，好，然后呢，各位还记不记得109年，我们的台股也受到新冠肺炎的事情，然后一路做一个下跌的动作，然后一路跌到什么时候？一路跌到3月19号的8523，8523点，从12000出头点一路跌下来，那跌下来之后。它的一个位阶的落点落在哪里？落在一个新的低点，而这个新的低点的日期叫做319。好，那现在111年，我如果没有记错，俄乌战争也是从十二月开始的哦，是从去年十二月的耳闻开始，一直到这一个月才变成一个形成的一个开战的动作。那这样子一个条件的状况之下，假设这个幅度它已经到达了一个新的一个位阶的时候，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在这个地方随时做准备？我没有说要买进，我没有说现在要如何，而是各位你们就不要再一直把心情弄得不好，不是这个样子。那这个时候，如果说现在的一个三月份跟109年的三月份，它是同样的一个行为，比方讲它是大落的，那这个时候它会大起。我这样讲，各位了解吗？而它会大起的时候，这个时候的反击点会在哪里？提醒所有的投资朋友们，接下来有想要跟到大起的朋友，相信很多的投资朋友们一定不会陌生。去年的大起是在什么时候？3月23号，先提前告知，3月24号带着会员朋友们进到这个特定的产业。那这个特定的产业，其实在今天也有一波的神操作，带着会员朋友们卖在开盘即是高点的这个地方。我们给大家看最后一眼，假设你们不知道钢铁今天的开盘是多少钱，手中的钢铁你现在抱着怎么感觉越跌越多？提醒大家，荧幕上方的 QR code 或者输入94888 VVIP， 记得要输入今天的关键字叫做反击加一，留下手中持股张数、股价，最重要是手机电话号码，会有雷光老师一对一的来为各位进行服务。那今天节目的最后，为了要防止雷光老师再说出一些不太适合在节目上面说出的问题，我们这边节目也要到这边告一个段落了。雷光老师，感谢他，那我们跟投资朋友们说个拜拜，拜拜。那喜欢我们今天的影片的投资朋友们，记得帮我们股市战国策 YouTube 频道以及粉丝团按赞、订阅、分享，小铃铛记得打开哦。股市战国策，我们明天见，拜拜，拜拜。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那今天要再跟大家报告什么呢？今天我要再跟大家说明627的同心变。
4919的新塘，9月17号上个星期五，在18号就开直播送给各位布局嘉宾，很多投资朋友都有来索取，我也非常的高兴，而且我的节目好像越来越多人看了，也谢谢大家的支持。然后呢，在9月22号开盘的时候，有随着我们大盘做拉升的动作，但是没有关系，强势的股票永远是强势的股票。先向我目前就介绍到这边，再来呢跟各位介绍什么？再来跟各位介绍的是这档个股，汉磊嘉一。汉磊嘉一在我心目中呢，在电动车里面中高，它不算中高价股，我个人认为它算中价股。在百元俱乐部左右，它的目前的股价在130，但是它的趋势呢，我们看它的实体 K 线，各位3707的汉磊，它的趋势是屡创新高哦，屡创新高。所以说在这个地方来讲，10月5号我也介绍过，也有汉磊嘉一，那它也在10月5号之后也做了一个上涨的动作，甚至涨停板。那昨天呢，它也做了一个涨停板的动作。未来的股价我是看好的。你会问我说，吴老师，你看好到哪里？各位，它现在是1字头，你觉得它会不会来到2字头呢？这样子创新高的一个电动车，